新增婉婷有着本土剧女神的称号，近年来积极拓展演艺事业，参与电影、偶像剧以及综艺节目演出，实力备受肯定。先前她曾透露自己离开八点档后，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工作机会，也一直努力挑战不同角色，希望能突破自己。然而工作忙碌的她，今日却突然晒出打点滴的照片，引起粉丝们担忧。曾婉婷在文中表示，人不能太逞强，要学习聆听身体的声音，因为如果失去健康，就等于失去了一切。似乎是因为行程繁忙，导致身体出了状况。不过尽管身体不适，她也惦记着工作，向自己喊话要赶快恢复健康，才不会影响到后续的工作。粉丝们也纷纷留言为他加油打气，希望他赶快好起来，也叮嘱他要好好照顾自己。